就重视进攻，但是防守也不能出问题。比赛开始了，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华润怡宝中超联赛第三轮，上海港来对阵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的比赛的上半场已经开始了。啊，尔加斯，他这个今天反击推进的机会挺多的，有前两次出行的一般，还是没有传。哟，好球，吴磊！哎呦，看看，稍微感觉是有一些越位。没错，以后呢，传了一个内部的身后。是，哦，的确越位了。有干扰，他有的时候呢能卸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别看他这个身材不高，但是呢足够强壮。足够强壮，是。哎呦，有点危险了。科维奇进到禁区之内，后点，机会，还有，吉姆狂左脚。要一个身控，哟，好球！打门！哎，拿左脚的外脚背拨了一下，擦着立柱，出了底线。哦，这还是越位，还是越位，马上打反击。阿奇姆彭这边空间挺大，王振奥下地了，时间不对。是的，阿奇姆彭面对蒋光太反向，好球！好球，这边挺好，右脚黄子昌。哎呦！有好球，看看机会来了。机会，吴磊进到禁区，机会大门，还是麦德纳。有好球，球马尔加斯大门，好球，这次打得比较正啊。高的，麦德纳解围有点失误。哟，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乱战，大门，还有再打，球进了。举旗是越位。我们看刚才因为球，但是呢，你看这下吕文君被踢倒，吕文君这下被，哦，的确，这个射门一瞬间，杨世元越位，杨世元是越位。哟，黄瑞峰啊，说实话，他在这个后腰位置接球拿球的能力，我看看再传机会，哎呦，好球，打门！哇，严俊凌，严俊凌立功了，科维奇的射门。这些期呢，一这边也强调了这个防守，好球啊！看看马尔加斯传门，有了，漂亮！吴磊，哎呦，越位，越位了！上海港三个进球都被判罚了越位。吴磊稍微有点靠前的，对吧？是越位，这个没有太大问题。是。哟，又倒一个，纳萨里奥给到后点头球，哎呦，哇，这个球！顶高了，徐晓峰打回来，李松毅，李松毅其实哎，这个一摆腿就看不对了，左脚打门，吴磊，哎呀，进了，连续的这个守门员这一下回传了以后，这个一脚摆动腿就感觉已经不对劲了，他就等于有一点提次了，没错，对吧？嗯，像这种球啊，说实话，守门员。脚下能力强的可以尝试，但是呢，一般的守门员还真是应该正面的往前高。奥斯卡，哟，乱战，哟，还有，又有了，球进了，哟，王申超上去以后，哎，在身后捡了一个。你看啊，先看这下有没有手球，对吧？头球顶，然后这是麦达纳一直干扰，干扰。射门那一刹那肯定是不越位的，如果之前都没有越位了，哎，对吧？应该是要吹了，总是在有，是三五分钟总有一个。对，阿萨里奥给后点，哎呦，来了！科维奇，科维奇，赛前就在说他这个头球的能力确实是强。再看一下，跳，腰腹，停，哎，最后点的这一下。有球速，是吧？而且盯他的还是蒋光太，盯的算是不错的了。是的，这没办法。角球开启，哟，漂亮！投进了，我回一个角球。哦，这边是张琳芃。哇哇，张琳芃这个头球啊，应该也是能够发泄一些心里的这种愤懑。也是一个。经典的抢身前抢前点是蛮经典的，一个是前点，一个是后点，没错，对吧？后插上抢身前的这个位置是，
这个球张琳芃啊头球非常强势，后点机会巴尔加斯撩一球，球进了，球巴尔加斯锁定胜局，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，是不是？再看一下，哦，但是很连贯这个动作，但是再看一下啊，是古斯塔沃还是蒋光太？古斯塔沃，这下是不是在禁区里面第一落点争夺上，有没有犯规？对吧？他这个也是撩一下，撩一下，但这个近角守门员，你说有一些责任，有些，我觉得有点责任，毕竟近角，对，对吧？毕竟近角。这样的话，全场比赛结束了，最终这场比赛，上海港在主场3-1战胜了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。